作为男人呢，我觉得你很有必要知道这一点。今天我就把我们女人这点小秘密都告诉你。其实女人最喜欢同时也离不开的是你们男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男人和女人他是一个互补的关系。男人和女人就像这鱼离不开水，男人他离开不了我们女人的，同时我们女人当然也是离不开男人的。其实你们男人最上瘾的呢，不就是泡妞吗？所以你想泡你就去泡嘛，尽情去泡。如果你想让女人对你上瘾，那么男人你得提升自己的个人魅力啊，就是让自己身上呢香香的。男人的体香我跟你说真的让女人非常的上头。哎，今天我给你们推荐一款专门为男士打造的古龙香水皂，你像平时啊你洗个头啊洗澡洗脸都可以用的，一皂多用，泡沫绵密，洗完之后真的是清爽不紧绷，身上呢随时能够散发出那种淡淡的古龙香水味了。我觉得每个男生你得至少备个3到5块吧，左下角链接我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赶紧去囤吧。